你敢相信吗？下水道里面住着法老之蛇。怎么可能？先上视频。我的天哪，只要把这种神秘气体喷进管道里，就可以召唤出管道里的法老之蛇。这也太神奇了吧。这么有趣的挑战，咱们必须要试一试。买它，已经给你们安排上了，点够300个小心心，法老之蛇就会出现了。哼，这么小瓶能做出法老之蛇？我们去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来，开干吧。这么一大坨，不像是法老之蛇吧？看一下使用说明。哦，是我们搞错了，要接上软管。再试一次。冒出来了，冒出来了，还会吐泡泡，还有气体呢。但是怎么这么干净啊？怎么跟视频里的不一样啊？难道是洗手盘太干净了？有可能哦。那我们再去其他地方试一试。我看这里不错哦。你怎么来这种地方？想要出现法老之蛇，就得挑一些长的地方。来试一下。哇，出现了。来，咱们再一次召唤法老之蛇。越来越大了，还冒烟。怎么这个槽口这么大的异味啊？有异味，证明可以召出更大的法老之蛇。赶紧洗一下，真的太脏了。异味都没有了。感觉厨房的空气都变清新了。没想到下水道里面真的有法老之蛇。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试过这种管道的法老之蛇呢？评论区告诉我。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还有关注。喵耶、yeah!